Poodle with some chairs on. I'ma show you a different game, yeah. I'ma show you a different game, yeah. I'ma show you a different game, yeah. Balling till I fall, yeah, yeah. I'm the game.我今年24岁，对，所以今年就是我的本命年。哦，九四年，哎，啊酷，我94年，24，又本命了。本命年给自己准备了多少条？我妈妈帮我准备了30条。天气很冷，单位导师送的秋裤、裤腰和热茶饮料。有。穿着睡，但是有点害怕，因为本命年嘛，本命年的内裤，但是在外面穿一个黑的会不会不吉利，所以有点担心，但最后还是穿了。用一个限定词来形容自己过去的一年，2018年。床，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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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床。最想收到的新年礼物是什么？现金。现金。开玩笑。时间，给我时间。更爱 hiphop 还是更爱说唱？ hiphop。如果给你一把剪刀，你最想剪掉节目里哪一个镜头？没有哎，没有，没有哎。最近单曲循环的歌是什么？我的新单曲，1月底发行。2007 yeah, made a fanny jacket, dumb shoulder balling do yeah, made a bone fanny building with my flip flop yeah, call me fanny man. Welcome to my fanny. 张老师给我们说说这首歌吧。很随意的一首歌，在洗澡的时候就来了，你知道吗？就哎哎哎 ，fanny man, fanny 就来了。不是，我是这样的，我不会有一个特别的时间坐下来说，哦，今天要作曲，然后今天要什么事，像功课一样，我不会，就灵感来了就把它抓住，对，这样，哦 ，OK。Welcome Jackson Wang, yeah, 哎，这是我的房间吗？这是我的房间啊。你好，薇薇姐，我是王嘉尔 Jackson。我是王嘉尔 Jackson。哦，也得太帅了吧！你好，好花痴，你好。我给带了一个礼物给你。啊，我都没准备礼物哎。没事，因为我是，最小的嘛。我是最老的嘛。就是你穿着高跟鞋就可以穿的这个。我也可以有鞋穿了，嘿。嗨。你好，嘉尔。你好。哇，这个是我准备的礼物，身为弟弟。哎，我最近充电宝真的坏掉了，是吗？对，刚好，谢谢你。你第一次来嘛，对不 对？第一次来，放轻松，是吗？放轻松，其实没有想象那么可怕，对不对？其实相当可怕的。我们这一季会有一个叫做金曲榜的东西，哇，甚至你可能都没有听过的歌。第一首候选歌曲没有听过，第二首候选歌曲，请你不要看我。哎，王嘉尔先生去哪里了？王嘉尔起床了。在这一季，我们的金曲榜指定歌曲后会追加限定词。OK， 我觉得这个节目不太适合我。OK。我们按以后是不是就是那个箱开了嘛？对，有没有一个按钮是按然后收回去的？对。他想，一位思想家说过，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的。啊，你的声音我每天晚上都想听。谢谢。哇，这是我听过的一个男人表扬一个女人声音最好的方法了。我应该算这边资历最久的。嗯，通常看到这不想唱的歌就少画一点，把我刚才说的剪掉。限定词是女生，这个其实对几位老师来讲都不困难，对吧？蛮困难的。
你平时用过女声调来唱歌吗？不太会有机会。要不咱们先试一下？不，谢谢谢谢，不客气。这样，我请胡彦斌老师先给您示范一下啊。王嘉尔，王嘉尔，还挺不错的啊。王嘉尔老师，你会唱吗？我觉得我教你一下，好不好？他必须要有那个北京腔，带那个儿子音，北京话啊。对。小小的人儿啊，小小的人儿啊，风是水起呀，风是水起呀，天仙就是穷开心呐，天仙就是穷开心儿。不错。这个我听过，这个我听过。好，林俊杰老师，您的推荐是王嘉尔老师。为什么呢？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如果猫用说唱的方式是怎么叫的。很帅、啊。哦，眼泪。哦。兵哥。哦。眼泪这种关于感情的一些歌曲，我觉得竟然能写出男人 KTV， 感情上肯定会有很丰富的一些经验，就希望可以在这首歌曲里面。表达出来。哎哎，这什么意思 ？Excuse me， 我跟他是来这个节目真正算认识的。对，所以他哪知道我感情经历丰富？你上次不是说了吗，哥？啊，你说你不是不是，在 KTV 很多朋友聚在一起，然后写男人 KTV 写出来了吗？是因为我身边的朋友感情都很丰富。这个感情也可能是亲情，也可能是友情，对吧？不一定是。干嘛这么害怕呢，哥？对吧？建议再剪一半的时间里面再剪一半。江小花是我认为内地女歌手里面最能唱跳的第一，没有之一。哎，是嘉尔老师。我还有想说，我觉得跳舞跳得很好，我完全让我动起来了。看上去很像是想要共舞一下的感觉啊！如果我们现在下一段音乐，大家觉得他们会一起跳？别这样！只是真心的说，真的跳舞非常好，很有感觉。谢谢嘉尔老师。限定词是什么？1996，都是1996年的歌吗？哦，这些都是1996年的歌。哦，王嘉尔老师96年是2岁。1996年你怎么表达呢？可能穿的衣服。都是非常以前的，拿着一个非常大的那个 speaker， 然后收音机，哎呦哎呦，垮裤，哎哥，我有一个难题啊，96年我不知道要干嘛，我2岁，不是那时候的说唱的那个哇 ，MC Hammer，
Vanilla Ice Old School、啊、你要把耳机、哦、耳机挂在脖子上那种，你拿去用，你拿去用，你不要弄断哦，我知道你会翻来翻去。不翻不翻，这是我的收藏啊！你看我这个，看我这个，这个你不要翻哦。就这样，然后，我翻了，不要。Back to the old school. No taking it. 请问。超厉害，超喜欢超喜欢，原曲干嘛这样发，应该像他这样发，哇，佩服佩服佩服。老实说我真的觉得原曲干嘛这样做有点不足，你明不明白，就有一点点这种感觉。从头到尾看你的演出的时候，是不要说鸡皮了，就什么鸭皮什么皮羊皮牛皮都出来了，真的。所以我觉得很嗨，而且我刚才非常爽，就我想谢谢你 ，Thank you。用我的方式来表达，就是在那个滑梯上，你倒油上去，然后一瞬，然后一就哎，就是那种感觉，非常喜欢，就知道你是知道这个音乐的。谢谢嘉禾老师。我真的很久没有起鸡皮了，真的，我刚才一出来就起了鸡皮。谢谢你们让我起鸡皮。我非常期待你唱其他歌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因为可能这首歌我也不是特别熟，就，我嘉禾老师对这首歌不太熟悉，我们请胡彦斌老师给他介绍介绍，分享一下。这首歌是一个中国的摇滚教父崔健老师的一首成名歌曲，然后一无所有。好，那么我重新来一次，好的。我非常熟悉这首歌，也听过很多次。对，我非常期待你唱其他歌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对，龙猫是平时学美声唱法的吧？对。我在一开始我就摁下去了，是因为我觉得你的声音厚度让我非常喜欢。但是呢，到副歌后面其实有的 pitch 啊都不准。我有点不同，我后面按是原因是因为我。闭上眼睛听了，然后我忘记我要按了，所以我不好意思，其实我一开始是想按的。 OK， 你别走心啊，不是，你别走心，你别伤心，你别心疼，你 OK。 你别误会啊，找到了。好嘞，你别误会。叹息，身为一个追梦歌手，第一次的话，有可能不能够把自己的100%拿出来。希望我的意见可以帮到他。对你来说，这里好像很大，但是在那里的视角去看的话，很小。就我觉得，就直接往前面走吧。一开始他第一段的时候，还是应该保持暗暗的。这样的话，他第一个说唱的时候，那个灯光打下去，效果会完完整整的出来。啊，我觉得 OK， 谢谢。那他不是这个，我觉得不公平啊。Sir brother，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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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我坐下，坐下，坐下。刚才唱完，对自己挺失望的。所以想把自己该有的东西、该有的态度拿出来。观众他们是边看边听的，其实只是一个点，只是嗨就好了，对吧？有没有什么道具或者什么的？没有，什么都没有。没有，没有舞团吗？用我的舞团不就好了吗？用我的舞团 ，use my dancer， no problem。很喜欢你的声音 ，good love。我觉得可能他没有很多很多的机会站在舞台上，这么大的舞台，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个负担。更重要的一点是，我希望他享受舞台。好，来了。
就是这个吗？不是这个吧？是这个。嗯，因为没有别的衣服。我不是还有一件是红色的吗？嗯，快点拿过来，现在彩排没时间了。好，来。你要 hold 住这整个场，最后的那个词是不是 diamond？ 要么你就是定着，不动。那 diamond ending 收场的时候要果断一点。试一下这个。Yes, yes， 就穿这个，等会见。Thank you. No problem.我刚刚有观察到你阿如汉的表情，他其实对于他刚刚有点失手，他非常挫折。一个表演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你能不能够把看你表演的人拉到你的音乐里面去。我觉得你非常成功，真的很好。谢谢老师。阿如汉有什么想跟大家说说吗？就是我今天彩排的时候，谭维维老师还有王嘉尔老师都去我的休息室看我，就鼓励我。然后王嘉尔老师跟我去编排我的巴比龙，那是我一辈子都没想到的事儿。然后你们知道吗，我王嘉尔老师他只有三分之一的排练时间，他把三分之二都留给我。就是我觉得我衣服比较 low 吧，然后老师把他的衣服借给我。最后我就想说 shout out to my big bro Jackson， shout out to dance team， shout out to team win。接下来我们仍然会有我们的 Vivo 梦想的声音非凡金曲榜，精彩啊，来请看，好看喽。五月天的温柔，王嘉尔你视力真好，走那么远都看得见啊。下一首金曲榜的候选歌曲是，来请看，飞轮海和 SHE 的谢谢你的温柔。我知道，我知道这首歌。第三首候选歌曲是，来请看。哇，恰似你的温柔。哎，人呢？哎，在。最后一首候选歌曲是，来请看。我知道这首歌。啊，马天宇的《该死的温柔》。该死的温柔很适合他。为什么？为什么呢？为什么帮我选择？为什么？因为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魅力。对，就是那种该死的温柔，这种略带埋怨，反倒显得亲密，是吧？哦，该死的温柔。维维老师，您怎么选？在我跟他的短暂的接触当中，我觉得他是个非常细腻温柔的人。温柔，我还以为他会说，在我认识他这么久，他非常该死。该死，温柔。该死的温柔，我小时候听妈妈在家里播过，但是除了副歌，我都不怎么认识。我等同于浪费了一半的时间去熟悉这首歌，剩下的一半时间去改编这首歌，然后我也把我的大部分的说唱的词都改成中文了，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吧。有没有够八个人的服装？因为我的舞团是八个人。白色的 T， 白色的 T， 哎，这个可以。
最重要的那个面具有没有？面具上面我可以画一个眼泪的，因为该死的人我自己理解是比较伤心的一首歌。对对。OK， 目前是这样。时间还比较。对，要快，赶快。哇，我好晕啊！现在垮了。哎，看得出是眼泪吗？请你。看得出来。我人生第一次这么干。首先我先把我拥有的所有一切先准备好，因为我非常想去展现一个好的舞台给人家看，如果我能成功一场我就挺开心的。有点紧张的，但我觉得表演之前有这个紧张的感觉才是最幸福的。让我心在流泪在流，就在和你说分手以后，想忘记也不能 go， 你最该死的温柔让我止不住颤抖，哪怕有太多的借口我都无法再去牵你的手。我说实话，我第一次看他完整的表演，我今天开始是你的迷妹，是真的。米姐，不好意思，有点大了，米姐，真的，发自肺腑的。我觉得这是一首今年有可能会重新火爆的单曲啊。我其实讲的都是真心话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打动不了王嘉尔，他表情永远好酷啊。当然，中间出错了，对。唱完以后我就，哎，那没办法，就是舞台只有一次嘛，就我觉得还是蛮遗憾，还是蛮可惜的。终极任务，亲爱的 Jackson， 你本季金曲榜的终极任务歌曲为《安静》。你要我说多难看，我根本不想分开，为什么还要我用微笑来带过？我以前也唱过，很久以前，四年前了。怎么改编这首歌啊？我小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是非常悲伤的一首歌，然后我想把歌曲里面的场景给展示出来。最后一期了，然后最后一个舞台，我希望可以挑战一个不同的自己。比较靠近的我觉得是这个吧。我呢就穿不了那个戏服呢，我希望那个伴郎他们是穿着西装的西服的，我就随随便便，灯光你也不用打得我很多，我有多惨就多惨。代表我还爱你，我愿意让你走， I'm away， 也许你可能会回头， I'm away in the silent broken genie no， I'm away in the silent broken genie no。其实为什么会这样演出呢？是因为我觉得在我自己的风格里面，在我自己的歌单里面，可能不会经常唱到这种风格的歌曲。然后这也是《梦想的声音》第三季的最后一期，非常珍惜这次的机会，我想对我自己来一个挑战，把自己提升得越来越好。这个真的是用钱买不到的，谢谢你们。然后也要感谢所有的观众，每次都来看我们录制，谢谢你们，谢谢幕前幕后的工作朋友们，谢谢华少哥，谢谢所有的追梦歌手，谢谢你们。做自己的音乐，梦想的声音，三 Sound of My Dream。
我也写一句话吧。OK。拍一张照。谢谢你们，希望我可以让你们更骄傲。I believe I can make it all one day. I believe I can make it all my way. Sound of my dream, hang everybody scream. 追着你的梦想 going after your dream, yeah. I believe I can make it all one day. I believe I can make it all my way. Sound of my dream, hang everybody scream. 追着你的梦想 going after your dream, yeah. Drop it.